这里是位于市中心的印度教神庙，进来的时候只需要20美分，然后把鞋子脱下来，他们帮忙保存鞋子在门口，然后门票是没有门票的，就可以进来，是可以来拍照的。有很多它是跟宗教密切相关的，所以说还是要有一定的宗教还有历史知识可能才会看得懂。这里有很多可能都是印度教方面的雕塑加绘画。哦，纠正一下，进来的时候只需要20分令吉就可以了，保存鞋子很便宜的。信奉印度教的民众，他们在很虔诚地在祈祷。但是我们没有宗教文化的，可能就是看的时候会比较费劲一些。